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登堡时尚中国，欢迎您的收看。10月6号，2009新丝路世界比基尼大赛总决赛在广西北海云滩隆重上演了。来自32个国家的46名比基尼佳丽在海天之间上演着美妙绝伦的时尚巅峰对决。晚会以大型舞蹈《媚海》来开场，将北海南珠的神韵通过46位全球比基尼佳丽的曼妙身姿尽情的展现。现场如诗如幻，瞬间呢将全场的观众带入了纯美的梦幻世界。